人性化呀、啊！所以我们在最初规划设计的时候，就保证我们每一套户型，无论是小户型还是大户型，所有的户型都是南北通透，而且我们统一了装修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运动员，你来到北京冬奥村内，你居住的每一套户型里面的装修标准都是一样的，而且提供的服务也是一样的。健身中心的这个器材摆放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是有一个安全距离的，首先保证呢在距离上啊有一个很好的保护。另外呢，我们赛时呢会根据人流量的情况进行一定的限流措施，然后当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，我们将才会限流。另外呢，我们会每天每课使用完健身器材以后，我们会有相应的啊这种清洁啊包括消毒的处理。保证呢，每一个人在使用这个健身器材的时候都是安全的。你扶好，快点，扶着，别站着，倒不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把